只要给个机会，犹太随便溜七节绑绑舞台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犹太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一把机械十六帮帮啊。那其实这把的话比较简单，我们主要就是围绕着医院来啊。但这一把的话，队友的配合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们发需要帮助，但是甚至没给到鸟啊。后面的话就估摸着吃到一刀就拆刀啊，可能不是巅峰的，因为感觉他们的反应比较慢啊。那么后面的话会有点比较急，那不过没有关系，最终的话还是被我们带下了胜利啊。你少丢人了，应该是。需要帮助。哇操，这个不是巅峰的，配合就难讲了。哇塞，看都不看，我靠。哎，这波怪我，怪我是怪我，我自己活该，我自己活该，会不会看我？我操，这个七阶，这把随便溜啊！你还救什么人呢？你还救人鸟呢？我靠，这个像五阶局啊！来把枪打，啊，可以休机了，可以休了。走开，滚开，这个先知滚，你滚，你个菜鸡滚，滚，懂不懂？让你滚，让你死，让你滚去，让你滚一边去，让你滚。这个七阶帮帮很呆，我靠，非常呆。没卡着。滚！现在要鸟，这个鸟真的难说的。对，直接开呀，起死电机。咱们这边拉斗，走炸弹。八十还不够。滚！叫你滚，听到没有？滚！滚！能滚不能？能不能滚？能不能滚？救不了了，死角落里。我操！你这个鸟！你别逗我了，大哥，这个先知要逗死我了。第一波给鸟一点事儿都没有，现在给吗？疯狂给鸟，我靠！三个七七，你能？完先知不看信号，这把不要先知。